我没想过自己是一个好人，我只是想来带他走，跟他过几天好日子。至于苏云洛是谁，这里是不是他的死穴，我根本不在乎。我只要他活着，也要他在乎的人活着。他做不到的事情，我帮他做。我叫左青瓷，你叫什么？苏云。我不许你擅自行动，不许你引火烧身，不许你粉身碎骨。苏云洛，你给我记住，无论江湖风云如何，我不管你师父能不能醒，我也不在意。但你的命见到你，留一寸相思也好，不是一个人。我一直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在一个有山有水、有温暖如春的地方开一间医馆。每天呢，有病人来问诊，看看一天能赚多少钱，给娘子买多少件衣服、多少首饰。今天就是苏云洛18岁生辰，生辰快乐。谢谢。他是我的人，